继范冰冰饰演的武媚娘在电视剧《武媚娘传奇》中惨遭减凶之后，一代妖后妲己也没能幸免。正在深圳卫视晚间黄金档热播的《封神英雄》中，饰演妲己的李晓就遭遇了和范冰冰版武媚娘一样的待遇，也被剪成了大头贴。对此，深圳卫视方面向记者独家回应称，这部剧在发行之前就已经按照总局的要求剪辑过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不同于《武媚娘传奇》的网络版与电视剧版保持一致的做法，《封神英雄》的未删减版在网络上是可以搜到的，这也让该剧开播前期就遭到网友的调侃：“妲己娘娘千万保重，天冷了还是多添点衣服吧，要不然真是前途堪忧呢。”